近期网上咧兴各式各样嘅撩妹金句，大家都俾佢撩得好开心。今日嘅任务咧，我就会代啲公共设施发声，撩一撩你啊！教大家做一个有公德心嘅香港人。国家终于有任务俾我啦！去令到死物都讲到撩妹金句，只要用呢部电话打去呢部电话，再连接住我呢条小喇叭，最后将小喇叭收埋喺个私密嘅部位，死物都可以讲得出声，讲得出声。首先系垃圾桶嘅撩妹金句，丢入我嘅口啊，丢准啲啊，无论你放咩入嚟，我都会为你吞咗佢噶。Hello， 我系垃圾桶啊，小朋友。喂，四啊靓仔，我啲衫呢个啊，掉垃圾桶啊，掉准啲啊，系啊，掉个口啊，无论掉入嚟咧，我都帮你吞咗佢噶。咁四啊好孩子嚟噶嘛，系啊，但系好男人噶啦，系啊。靓仔，你将垃圾桶啊，有个垃圾要丢咧，系啊，丢落我口度啊，你丢咩嚟咧，我都帮你吞咗佢噶。系啦，有冇啊？有冇啊？爱护环境，香港有你啊！有晒啲咩清洁香港，拜拜，老多益壮啊！听公子的善意，系我知我系公厕，多谢你冇嫌我污糟。其实只要大家唔好乱射，我都可以好干净噶。靓仔，靓仔，我系公厕啊，多谢你唔嫌我污糟啊。虽然可能唔乱射咁，我就好污糟噶啦。系啊，系公厕啊 ，Hello。听话，忍一忍好冇？慢慢揿个掣等下，系啊，我系条电灯柱啊，系啊，唔好冲红灯啊，知唔知啊？系啦，小朋友啱啦，唔好冲红灯啦，慢慢嚟，系啦，你可以揿我掣掣，咁咧就会快啲。可以过啦，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张仔翻工开心，知唔知啊？拜拜。喂啊，你哋三个唔好冲红灯啊，好危险噶，见血噶。婆婆，婆婆你好啊，我系条红绿灯啊，唔好咁后勤喎，记住啊，唔好冲红灯啊，会见血噶。忍，唔好啊，系啊，即使唔危险都唔可以咁样噶，乖啊，真系乖啊。Andy， 唔好冲红灯，危险啊，翻嚟啊，快啲。系啦，唔好害，知唔知啊？哇，唔好冲红灯。嗱，有警察哥哥喺度啊，唔好冲啊。系啦，阿成，唔好冲红灯啦。系啦，我哋一齐倒数好唔好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0、9、8、7。我知道好急，翻去煮饭，翻去啊整餸嘅，但系唔好。啊，头先嗰啲冲红灯嘅话咧，可能见血仲系俾警察拉咗噶啦。话你衰11啊，喺唔适当嘅时候冲红灯啊，上一个字啦，系咪啊？啊，隔篱啦，明明红灯转眼变成绿灯，可以行啦。Surprise！嗱，第日大家打开个屎塔，听到我把声都唔好惊，因为我都系想撩下大家，提下你哋咧，屙完屎要冲厕，做个有公德心嘅香港人咋。哎呀，唔好啊，好湿啊！